我在捷运网络里踏上每一段旅程，我从流动的光阴里寻找微小的感动。我喜欢坐捷运，因为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景。就像人生一样，到处有惊喜。北投图书馆吗？听说最近会有很多文青帅哥在那边出没，想不想去看看？好啊 ，Yes。这是北投最有名的温泉蛋。哎，文青帅哥，哎，请他帮我拍张照。好啊，用我的台相机。嗨，可以请你帮我拍个照吗？好，来哦，微笑哦。